Previously on 博迪奢音 Vlog， 在仙女湖徒步露营，拍了一堆照片后，我继续前行。这次我将在色彩斑斓的那拉提大草原，用我的哈苏相机拍了一堆黑白胶卷。在玩捉迷藏吗？长得好看。你是女生啊？哎呀，我还认错了，我以为是女生小男生呢，难怪眼睛长得那么漂亮。而又是什么让我鬼使神差地放弃了去拍绝美的草原日落呢？那拉提草原啊，这么美妙的一个地方，我居然看中了。仙女湖边吃完早饭，热情好客的老板早早的就在地标建筑耐心且热情的等我们去付钱。这根旗杆就是传说中的信号源啊，如果是要找信号要到这根旗杆这里来。加尔康大哥对我们招待的非常好，然后我用昨天刚学的一句谢谢来跟老板说，叫Hadramit， Hadramit， 谢谢老板啊，谢谢。我们走了，好吧，谢谢。成功登顶，牛逼！屌爆了的秃树枝，哎呀，就这样挺好的。下面斜一点，就这样。光圈5.6，125/1秒，黑白圈，红镜。第一感觉不坏，红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让对比度看上去更强，一半枯树枝，一半枝叶茂盛，感觉有点意思。冲扫出来后看，没准破冲一档，再多加点对比度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这棵树长得还真的是相当漂亮的。于是我围着它兜了一圈，找找构图。Oh yeah！ 又是一棵毒树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看到这种怪异的毒树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弄它。想一起来弄它的，来刷波弹幕。我擦，还有这种好事儿。等等，让我抓波timing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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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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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拍完一张后，通常下一步我会主动尝试去调度模特，没想到这一次是他主动调度了我。哎，我是相机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不错不错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要拍吗？我帮你拍一张。你别动啊！你稍等一下，你别动啊！你摆一个漂亮的姿势给我，好不好？好的啊。现场光线很亮，我又多加了一块红镜，对焦屏很难看清。多拍几张总不会错，再来张啊。但是好的，这卷拍完了，我用手机帮你拍一张。 What's up man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迪拉。你是什么族的呀？维吾尔族啊。维吾尔族说你好怎么说呀？哈萨克族的你好怎么打？雅西拉。你住在这边上吗？镇上。镇上啊。你今天是现在是跑过来玩的是吧？一个人啊？没有小伙伴吗？有，他们藏到一个地方。他们藏到一个地方？在玩捉迷藏吗？是的，我就找不到。找不到。好看。而且我是女生。你是女生啊？哎呀，我还认错了，我以为是女生小男生呢。难怪眼睛长得那么漂亮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祝你抓到你的小伙伴们、啊、收获小美女一枚，让我当天心情很好。虽然没抓到她的眼睛，但这三张一组的小系列我自己依然非常喜欢，你觉得呢？在空中草原，我拍了不少照片，有树，有鹰，有云，有不一样的云，有会恰饭的云。李宁，给云打钱。现在是9:40，晚上9:40，现在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，是9:53落山啊，还有10分落山，这也是特别有意思。那提大草原那么多漂亮的风光啊，我晚上不去拍，我偏偏是在下午的时候就瞄准了酒店后面的那一棵树。我感觉像这样的一种拍法，估计也不太有人会
对那棵树那么钟情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并不多见啊。我希望是说在现在整个的树还是被太阳笼罩在那里，我希望待会儿当太阳慢慢落下去的时候，只有树上的那棵小树尖尖的地方会被照到红红的太阳，其他地方都阴暗掉，这是我理想的一个状态。那么我其实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构图，目前我可能选择了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构图。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当中始终是起起伏伏，每个十年都会有一次起一次落，每一次十年当中的前五年我就觉得一帆风顺什么都好，后五年我就觉得非常糟糕一塌糊涂。我不知道你有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啊，就是有一阵子自我感觉特别良好，感觉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我，过了那一阵特别牛的时候呢，你又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一事无成，我好像似乎什么都不行。人总会有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，总也会觉得自己状态感觉特别好的时候，这都没有关系。但是有些时候当你一个人在坚持一个事情的时候，而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并不正确或者并不对，其实往往正确的可能就是你自己，而其他人其实都是错误的。在那拉提，我虽然没有拍到让人震撼的空中草原，却让我误打误撞地踩进一扇叫做换一个角度看风景的门。我这才想起早些时候我用哈苏拍那棵树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踏入了这扇门。而拍照的乐趣除了去捕捉以外，思想发生的变化似乎会更让人兴奋，哪怕这个思想变化依然还十分幼稚，甚至可能还有点做作，又怎么样呢？开心就好。我是正在自驾独库公路的唐僧，下一站我将来到一个一听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，巴音布鲁克。正对我的那个方向的 那片云，我隐隐的觉得一会儿会出现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个火烧云。